这个时代的真相与谎言，你有探究过吗？那个时代的旅人与魔法，你有沉溺过吗？大家好，我是亚次元，欢迎来到每两个月一次的书评系列，每次多本书，数个不同的世界观。这次要来推荐介绍的好书只有两部，或是换句话说有13、14、15、14本书，又或是你把整个系列都算进来的话，那就是超过10部作品了。总之在这边你可以全程盯着我平凡的脸蛋看，也可以当作广播放在一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会书本带来的悠闲与美好。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同遨游轻小说与文学的世界吧。那个有关美丽少女的旅行物语是谁呢？没错，就是她。Majo no Tabitabi， 之前我就私信推崇过不少次的《魔女之旅》系列，由白石定规所著，亲吻出版，李英婷所译，阿苏路绘制，香香的封面。作者老师与绘师大大将在7月底漫博首度来台举办签名会，而我当然是要趁这个机会再来狠狠推荐一下这个又香又毒又有新意的作品，尤其是第13卷到第15卷的好故事。抱歉，没办法一口气拉到最新的第19卷前啦，我订的魔女还在调货，而且。感觉后期卷还是放着日后慢慢享受比较好。如果你还没听过或看过《魔女之旅》，可以抽个空去看看我亲自与幸运的书评，或很多为了把伊莲娜放封面而生的影片。如果你有看过《奇诺之旅》，喜欢短篇原集，那《魔女之旅》的叙事方式想必也就不会太陌生。有一名美丽、强大又可爱的魔女灰之魔女伊莲娜作为故事的主视角，去讲述一段段才是成为魔女后四处游历的途中，与各个奇特国家、奇特地点所邂逅的人事物，并谱出日记般的故事们。从白石老师自费出版到加入绝味文库，并截至今日，系列已有20卷的篇幅，因此我们这边当然也不可能将全部一五味道啊。不过，无论你想从哪一本开始看，由哪一篇开始成为观众，本作说故事的步调都是舒服、轻松、幽默的，可爱的斗嘴、无奈的吐槽，还有任何国家该篇主人公没事就想和伊莲娜搞。百合啊，都是这个系列的看点之一。当然，既身为预言、讲述预言、创造预言，那偶尔来一笔的黑暗成分也是不会少。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是良善的好人，不是所有萍水相逢的人都有着光明的人生与未来。如果说伊莲娜的冒险记录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待一次次的相遇与离别，那本作或许只会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波澜不惊、总是分隔于局外的短篇集。然而，正是因为这名年少的魔女起初不刻意介入，却又总在最后关头成为事件因果引导者的个性与体质，这无数可能毫不相干的寓言故事才不会显得无关紧要，而是紧紧扣着诅咒，成为伊莲娜成长旅途上不可或缺的记忆。而经过了10卷小说后，从第13卷到第15卷的内容，更是由小至大，由短至长，呈现出了本作的核心价值所在。13卷的第6章《移动式旅馆露诺瓦》，讲述了一个于陆地上跋山倒树的巨龙北上，孤单的旅店与孤单的少女老板娘的故事。这是我在看第13卷时印象最深的一段，也是代表着本作最核心的成分。过往回忆与未来愿望这两者的重要篇章，旅店的回忆与憧憬已经成为过去式，想继续走下去的真心与愿望才属于未来。到了14卷，我们从单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篇章扩大成了数个分散在整卷200多页故事中互有巧妙关联，却又有无限想象空间的故事之国。这个国家呢，也有人称其为演员之国雷奇翁，有人觉得它是个奇怪的国家，有人认为它是个普通的国家，也有人表示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该国在不同的篇章、不同的时光、不同的人物背景下，散发出了相互迥异却又雷同且不可分割的奇妙特质，而这一切的异同分合都从一名魔女的造访为起始，也从另一名魔女的造访而相互串联了起来。尽管故事之国的大部分内容是诈骗这个令人好气又好笑的主题啊，但也不可否认它成功做到了旅途的痕迹影响下一个旅途这样的核心价值。而在这么多物语的堆积之下，我们也才有了小说第15卷
白石定规从古至今在各个社群投稿与连载上刊的短篇所组成，囊括43篇小曲与灰烬魔女过往新章的极短篇集。第15集不只是漫长旅途的集大成，更是一个结束，一个开始。在这本，你会看到许许多多你与伊莲娜曾经邂逅的人物，与他们走过春夏秋冬，行过几分钟甚至只有几秒的对话互动，并慢慢藉由重新回味的过程知晓了这。就是属于灰之魔女冒险谈的一部分。从原定只有偶部计划的尼可冒险记，成了迄今超越其数目3倍的魔女之旅。它的起点是那名魔女的故事，那位曾经不懂得何谓普通，因为上了普通而外出旅行，并在11年后的返山后，终于找到自己心目中普通的灰之魔女维多利加。他所记录的故事与我们产生共鸣，产生连结，并同样影响着下一位年轻有为的魔女。时光更迭后，这名魔女她一面在辽阔世界游荡，一面撰写着旅行的意识。她同样也是灰烬魔女，有着一头亮亮的灰发，黑色的长袍代表星辰的胸章与琉璃色的双瞳。她的名字叫做伊莲娜。而虽说伊莲娜的旅途还远远尚未结束，不过如果你只看到第15卷并且得到了停下脚步的满足，那么把灰烬魔女的故事讲到这边告一段落，也不失为一种浪漫。下一本同样也是由短篇集所集结成册的小说，2023上半年度的压轴作Tag， 我要说出真相。本作皆成真一郎所著，简短出版 ，Hana 担任译者，带有悚然意象的峰会由太田日子所绘。在这本全新感觉的悬疑小说中，在残者面谈、想做潘朵拉、三角奸计与欢迎转发5个短篇章里，作者不只是造就了上市后立即突破数十万本的风潮，更把 SUS。自然不对劲的异样感操作到极致。本作的各个故事皆是以现代为舞台，以网络和社会的明暗面为题材，并屡屡以结尾反转的方式，让阅读的我们确实享受到了猜中了的快感，却也同时精神一呼，怎么会这样？比如捐精啊，与倾国邪恶的议题，交友 App 资料骗局的危险性，现代 YouTuber 的荒谬与不在乎，这些种种对于现代现象的陈述告白，更显示本书想展开的诡谲剧情，还有预呈现的紧张不妙感。它读起来不会是舒服的，反倒不断给予人充满不适感的伏笔与对话。然而，那个刺激感又始终都在。尤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充满来自四面八方的欺骗，充斥只为夺人耳目与伤害他人而存在的八卦，而这些东西又全被包裹在各种爱恨情仇、误会与真相皆纠缠在一起的社会里头。相信我，本作绝不哲学，更不复杂，不是什么烧脑的填空式推理，而是层层递进的堆叠式推理。因为故事里发生的事情，要不是在你我身边，就是在新闻社群版面上。像是我个人最爱的一篇《想做》，哎，这听起来有点大人味儿，但请听我慢慢解释。《想做》这篇以广受人们所使用的交友 App 为起点，并辅以约会杀人的暗藏爆点，来叙述一名男人对于自己家人、对于眼前的女人、对于痛恨的丑陋恶意所做出的实际行动。以及最终得知真相后的空白。这份空白并不只是指该篇主角脑袋可能空白，也是留给我们读者的空白。在说出真相、知晓真相后，他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又会怎么行动？这就是这本书的精妙所在，让你宛如置身陷阱，在层层的违和感里无法逃脱，直到他回收伏笔、回溯一切之际，才想起一切刚刚看到的影像，并且参与其中。说真的，要说这几篇的推理结构简单是确实，但跟很多好作品一样，有时候正因如此的纯粹与专注，一段文字、一部动画、一页分镜，也才因此让人上瘾。 Tag， 我要说出真相，就如同刚刚说过的，他一篇篇的结局可能不难猜，你或许一开始就能看出端倪啊。可是正因作者在创造简单好懂的推敲之际，又加入适当好处无处不在的疑点，并依循殆尽揭开因果，才能如此带感、如此有劲，并让人乐于享受自己看透真相的瞬间。以上本期的书评就到这边。对于上面的作品，或是说的更精确一些啊，我们的伊莲娜小姐与关于现代真相的种种，你喜不喜欢呢？都欢迎在留言区尽情分享。喜欢影片的话，也别忘记订阅、追踪、支持我的频道 and 社群。那么就这样，小说故事
好好生活。我是亚次元，我们于下一本故事中再见。